天哪！再来一层，欢迎深深，再来一层。这首歌都是送给我们现场歌迷朋友还有毕业生们的。那如果在你自己啊所有的歌曲当中选一首送给他们，你要选哪一首？其实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首，感觉每一次就是听到他都觉得有一种毕业的感觉，然后也感觉可以鼓足所有的勇气去走上前。对，那这首歌就是现在歌词。有人说这是你如何，谁的时间在寻找的更多，我觉得是这一首。其实是很多人在发毕业，比如说照片回忆的时候会用的 BGM。 哦，对对对，有看到。是的，而且今天很多朋友们都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听到深深的声音就会觉得是一种最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天然和纯净，就像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感情一样。对对对，能不能回忆一下就是学生时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现在回忆到学生时期最喜欢的应该就是那个自己吧，觉得很简单，觉得一切所有的烦恼都，当时自己觉得啊自己好烦恼，压力很大，现在回过去看啊，原来你才是最幸运的那个朋友，这样的感觉。啊，今天能够在现场听到深深唱歌，我们才是最幸运的，对不对？我能够见到大家，我也是很幸运的。刚刚考试或者刚刚毕业的朋友有没有？一首适合毕业生的歌，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毕业生，要不然我们再说一条对于毕业生的祝福好不好？我觉得我所有的祝福都有藏在刚才的璀璨冒险的里面。对，就是我们我觉得里面就写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一生每一个人自己身上所有的感受，可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也那些所有的感受或者是所有遇见的事情都成就了最好的那一个自己。这句话听起来很空，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滋味我们自己都懂，我们大家都懂。对，但是也很开心是这一路光景要你在身旁。主打一个说来就来。好厉害，谢谢，辛苦了深深，希望再能多见到你。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深深的到来。其实能够在